他的房间。所以我的房间刚才我讲有一个厉害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来，再说麻烦你准备一杯水一下。OK， 来。来来来 ，Thank you， 来来来，来这边水先给大家看，有 ，OK 厉害在什么呢？来，我这边放我这边水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床上放一个杯呢？来，请过来一下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啊，因为阿弟负责表演，我负责讲。来，阿弟麻烦你表演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要起来了，来，可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跳。来，再大力点啊！叫你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阿弟刚才在那边又跳来跳去啊，又摇来摇去？其实不是阿弟变态，也不是阿弟为什么？其实我们要传达信息，就是这张床不是一般的床。为什么我讲它不是一般床呢？因为刚才就算是阿弟在摇来摇去呢，这杯水在床上它是没有漏掉，还是没有摇晃的。因为有些人他们睡觉就是会翻来翻去，然后会造成另外旁边睡的人造成困扰，因为他摇来摇去的时候就会影响到隔壁旁边的人起来还是什么。普通的床呢，你在一边摇，它是整张床都在摇啊。可是这一张床呢，就是你一个人摇，自己爽不了，是旁边多一个人一起爽，还有自己，所以它就是有自己 built in 的 technology 来 prevent 影响到隔壁的人。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处？就是好像有些人就是要早起床啊，还是生活睡觉的时间不一样啊，就算你自己进来隔壁已经睡觉的话，也是不会打扰到他。所以这个床呢，就叫做 Joey Mattress。所以自从我用了这个床过后呢，我家人都陆陆续续的有在买他们这个 brand 的床啊，因为他讲真的啊，真的是比一般的床来的更加舒服。尤其是对那种整天要讲 idea 啊，需要创意的工作的人特别适合啦，因为讲真的，一个有质量的睡眠呢会激发很多创意，而且也会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啊。因为你一整天的睡眠如果不够的话，你是没有那种活力去做工的嘛，一直想要睡。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蛮推荐这张床给大家，而且重点是这张床呢它有10年的 warranty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99天里面如果你追得不爽，你睡得不爽，它可以 100% refund 给你，是 100% 哦。所以在99天内你买了过后你不爽，你就 refund 就对了。他讲你不必给他理由，要 refund 你就 refund。他们你太太你爽你就 refund， 不爽就用，不爽就 refund， 爽就继续用。对，来拿99天来 try 也是 OK 的嘛，是不是？如果睡了爽的话，就不要这样子麻烦人啦。如果真的不爽啊，直接 refund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意购买这个床呢，不管是购买给你爸爸也好，你妈妈也好，还是你自己要用也好，你可以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找到更多的资料，我们会放它link在那边。OK，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开箱家里的影片就是到这里了啦。所以这个影片今天主要就是跟你们 sharing 一下我平时是怎样生活啊，然后我们在哪里拍片啊，而且这个房间就是我们定啊，在所里面是聚集的地方，所以你们现在也是知道哦。那我们拍这一支影片是为了要满足那些之前有人在下面 comment 啊，问哇迪克斯很大，可以拍来看吗？我们就拍给他看一下咯。而且我们要求迪克斯很多次了，他都不拍，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这里很厉害还是什么啊？可是有人要知道吗 ？OK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啦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把我们影片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在这边了，拜拜，拜拜。